这个薄饼也太好吃了吧，口味有咸有甜，选择真的超级多。薄饼都是现点现做，拿到绝对是热乎乎的。煎台制作过程好疗愈，还以为是放大版的铜锣烧呢。老板偶尔还会炫技，首推巧克力 mix 花生口味，香甜浓郁的口感，一吃就上瘾。招牌口味是奶油加花生酱及炼乳的组合，咸咸甜甜的滋味也是令人喜爱。饼皮香 Q 带劲，有点像美式松饼的口感。有来罗东夜市，不要再吃那几间美食了，这间阿杰港式薄饼推荐给你们，快去试试吧。今天带你们来吃我读了中心四年还是必吃的学生推荐美食。首先来到没有招牌的天津狗不理汤包，汤包像手掌大小，面体却松软而且爆汁，再加上隐藏生辣椒与蒜泥酱油，十个也不腻。下一间来到小山田甜点店，是非常友善的铜板价，点了布朗尼，可可味是好事多布朗尼的两倍。再来吃 Oreo 可可戚风蛋糕，大吉岭蛋糕体像枕头一样柔软，两项都很好吃，第一次来光顾就成了我的口袋名单。晚上来营业到半夜的淋酱拉面，叉烧的油脂与瘦肉比例刚好，汤头浓郁，却是我少数会喝完汤的拉面。还点了一碗叉烧饭，像日式的卤肉饭，食量大的同学可以加点。再来是开在中心大学里的中心奶茶，有多种品项，鲜奶精来自中心，这次点了鲜奶红茶跟期间限定的抹茶咖啡冻，咖啡冻缓解抹茶的甜，非常顺口。鲜奶茶的茶味与鲜奶各不失风采，而且便宜，店员还很可爱。